铁的薄麦粒。横撇，注意撇压住的横画多一点，下面短，上面的长，注意竖画。要用垂漏手，点也要向上靠，右部这个横要低左边的点起笔，也是向右上方斜的。口里面的空的地方不要太大，相对要小，这样子显得字的饱满精神。这个竖画由重到轻，横折横与竖画不相连，提按压下的时候，注意笔要写的粗一点，横画向上靠，竖画垂直，在田的正中间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横画间距基本相等，横画要细，竖画要粗，这两个竖画也要粗细变化。